李小龙逝世后，他那位美丽的遗孀竟嫁与他人，有人说这样做是对李小龙的背叛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还是说另有隐情？李小龙是一位出色的武术大师，也是一代影视功夫巨星，他主演过多部精彩的影视作品。1940年时，李小龙出生在旧金山的一个普通家庭，谁也想不到这个小时候羸弱的小伙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功夫大师。为了自己的锻炼身体，李小龙拜叶问为师，他不仅学到了拳法的精髓，还学以致用，融会中西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武术。他不仅出演许多功夫影视，传播中国武术，还开办武术场教授徒弟，以此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。就在一切事情都欣欣向荣的时候，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年仅33岁的李小龙竟会英年早逝，死于非命。可就在他死后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发生了他的妻子琳达竟与他的徒弟结婚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小龙与琳达是大学同学，琳达一直很喜欢这位会功夫的同学，可是由于当时他有女朋友，所以琳达就把爱藏在心里。后来李与前女友艾美分手了，变得特别伤心颓废。为了让李小龙重新振作起来，琳达就陪在他身边，帮他走出低谷。后来琳达向他表白，1964年他们俩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婚后琳达就成了李小龙的贤内助，两人还生下一儿一女两个小孩。就在李小龙的事业越来越好，一家四口的生活过得正快乐幸福时，1973年一个噩耗打破了这个家甜蜜的生活，年仅33岁的李小龙竟死于非命了，这让一直深爱着丈夫的琳达难过不已。伤心的琳达一开始总是以泪洗脸，但是想到两人年幼的孩子已经失去了父亲，他这个当母亲的更要坚强起来。于是琳达就自己又当妈又爹的辛辛苦苦拉扯大两个小孩，而在这个守寡的15年里，总有一个人对他嘘寒问暖，热情以待，这个男人就是李小龙的徒弟汤姆。每当汤姆对他表示爱意时，琳达总会想起心爱的亡夫，于是就忍心拒绝了汤姆的求爱。哪知这汤姆却穷追不舍，这一追求就是15年。无论琳达有多么坚强，她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也需要一个依靠的肩膀。她终于被汤姆的坚持感动了，在她43岁时便改嫁给汤姆。这件事在我们国人看来，师父死了，师娘嫁给徒弟，这是多么大逆不道。可是对于琳达和汤姆来说，他们外国人并没有这些思想道德限制，有的只是爱情至上。然而琳达的第二次婚姻并没有得到幸福女神的眷恋，这一切深情竟是汤姆的伪装。他们婚后，汤姆总会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询问琳达师父的事情，起初琳达并没有多想，总是事无巨细分享给汤姆。可是慢慢的，随着琳达告诉他越多关于亡夫的事，汤姆就变得越不一样。他不仅对琳达越来越没有耐心，甚至还会恶狠狠地凶琳达。就这样过了2年后，他们俩就离婚了。直到不久后，琳达看到市面上一本关于亡夫秘密的书时，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汤姆的诡计。他的追求，他的亲近，只不过是为了探知秘密，去获得名利钱财。或许上天可怜，心灰意冷的琳达后来遇见了一个名叫布鲁斯的暖男，从此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也许在琳达的心里，他对亡夫李小龙已经爱得深沉，因为李小龙的英文名就叫布鲁斯李，而与他度过最后一段人生的男人也叫布鲁斯。